號我係油尖旺區議員李傲然啦。大約一年前左右喺湖北省武漢，當日係封城嗰個狀態一樣，香港其中一個佐敦油麻地社區咧，就突然之間就變咗所謂嘅抗疫小區，話要小區清零喎。我覺得係呢個政府其實只係執行緊政治任務，因為香港嘅疫情持續反覆不定，而且呢一排亦都有反彈嘅趨勢。其實連香港嘅政府嘅一啲嘅高層咧，佢哋都覺得心急啦，所以就將大陸嗰一套咁樣直接咁樣去搬咗落嚟喺香港用。但係香港就係香港，大陸就係大陸，所以其實我哋會見到今次林鄭政府用599J。而呢個599J 係冇經過立法會嘅審議同埋洗禮，亦都冇經過表決，係直接由行政當局頒布嘅一個緊急條例。呢一個其實係未經人民授權嘅一個法例，但係如果我哋唔企出嚟反對呢個政府繼續用所謂緊急條例去箝制人民嘅自由，咁樣最終受苦嘅會係香港人。疫情，你而家先諗到啊？一年前係封關唔封，係咪？你而家先話做，而家做呢樣嘢，會。啱啱爆個葵涌區都我附近人啫嘛，而家講入邊區唔爆啊？走邊度咧？我香港市民走邊度啊？我就問佢，我中咗我都唔會走嘅，咁我走咗咪害人咯？我本來害人噶嘛。我病係我自己中咗，我冇留去學其他市民啫嘛。好，唔該你。